洪福清，行在，你求丁下诏，心出明烈军。是，秦世祖为思念明史，两边在城，叫皇上宣传。洪福清，你父子进关归来，迎风王爵，是天下皆知。明烈军那也在人世，早就已经进京上会，乃至今也阁是音信渺无嘞。无听到，伊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皇上，古人云：“吉人天相。”明烈军如此精进，你哪会腰斩？阴间露面，想必是另有原因呐、啊。哦，照卿所看，也是什么原因呢？这皇上，先帝为首席而逃走，如今洪武家已重振文廷，先帝也搁唔露面，看起来一定早就已经死在他乡，所以。先人为母一郎，根本就无必要去找先帝呀。李卿，一卿之见。啊，并两道是因为伊的女儿堕家出走，心中气恼，故出此言，请皇上绝不可相信。皇上。臣也认为，宜速速下诏，早找明烈军，以免以后又阁有人误认臣之女婿是女主。哦，好，既然如此，朕就下旨，并为将描下明烈军的样貌，现挂阁招呼军官，还收容明氏者，赏黄金500两，通风报信者。收黄金100两，这是分发13省县哦。多谢皇上。安尼有影足好诶，小姐，你改装的机会终于来啊！这是安怎讲？皇上下旨要新催明烈军。你拄好趁这个机会，脱下乌衫，让大家拢来找你啊！苏姐姐，你误会了。其实我是要找一个假，假有笑话，免得伊过来跟我高高定，我倘好安心啊做我的官咯。你实在是出可恶了。好佳绩啊你的古文我了解当你就你买只要眼开人以笑话对你是真爱你就等到何时这轻易滚彩将的烈军配予伊，也搁拖延3-5年。既然自私又自利，哪不归去做官9-8年？我早就有主意了。烈军比你艳，你名扬。王你是伫聪明上，满心的糊涂是不贤良。因何做人将人伤啊？怪你思念是满心胸。不过哟
心啊中。讲来讲去，又阁是为着皇夫笑话，无为着伊，是要为着什么人啊？小姐，你的如意算盘是唔通得了伤早哦。老爷在朝为官，嘿，你敢有人敢来冒充啊？那就无的确哦。忠孝王妃，富贵无比，一定会有贪恋富贵的人前来冒充命令官。俊明，出去你千万要好好保重，所以继续找找林勇，家己替代移动。翠姨在前的献计下，都无法当解我体内毒。俗世世界上，无阁有较好的解毒药。自从我服下献计下，痛苦减轻真多，而且又阁会当延长一年的寿命，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你千万唔通安尼讲，恁阿娘在生的时阵，甲我是好朋友。也将我当作是唯一的亲人，所以无论如何，我嘛爱去想办法甲你解救。翠姨，我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你会当为我打破心中的谜团。什么谜团？从我代志开始，只是我甲阮阿娘孤孤单单伫咧梅红中。我无亲情，无朋友，在我十二岁迄一年，我心内就起了疑问。也毋过，我阿娘从来都毋肯对我解释半句。你做你梦，只要我会当甲你讲，绝不枉我就是。袂对你讲出这秘密，我哪会使对伊失信呢？既然如此，弟弟就此告辞，但待我行起洪府笑话成功，再来探望翠姨。慢者，你讲你要去行起啥？当今中孝洪府笑话。去向当今中孝洪府笑话，就是武贤王洪府经的家信。是，弟弟武艺不凡，绝对会当行刺成功。翠姨唔免担心。武贤，你不应对洪府笑话下手。为什么？因为，看来我只好从你的心声跟你讲。恁先退下。是。过去的代志，并不是真风光、真体面，所以我无想要旧事重提。我甲恁阿娘在历练中，
年轻婚姻相爱，我全部在叫表演。有一摆，我叫到一批各大连城珠宝。好不容易吃贪心，再金元珠宝，我肯定一世人哦。来，来，给你回家。嗯。先帮你讲他见钱，好不好？自从你生病了，我也甲算，后个月才有生啦。一即马就巴肚直咧疼，这吼是必须的。进来啦，妹夫。好好好。林姐，你莫甲我阻止，你昨下足早就想要有一个囡仔，你留伫遮等我。三生啊，我好早大汉嘞，我看到三伯甲弟弟当在嘞，一直到我入去时，拢无人知影。翠云，我要来梅芳庄度靠我的二表，你要靠翠云来无？嗯，我要等来婚娘，谢洪师傅。他就讲吼，金盆洗手，咱就就此告别。好，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怪洪少爷跟我生作一模一样，原来阮俩是相生囝。好啦，我偷偷探听过，因为洪普金当时身在贱地，家中无人，夫人起来了后，两公囡仔生了减一个，管家父甲小新婆为着要脱罪串通好势，洪婆顶住出事都来夭折了。现在你都明白一切了，那这样你敢还会去迎娶洪普少华？翠姨，弟弟虽然无情，到底是啊，我要来去对家己的同胞小弟下手。那这样你敢有打算要跟家己的伯母小人搁了团聚嘞？不，因根本都唔知道我这个后生，洪少华也唔知道我这个大兄，我又何必去认？母亲虽然有问题，也不过，伊到底也抚养我二十多年，亲情重如山。如今伊也已经去世。所以我无想要讲啥。翠姨，我是敖阳，我是敖阳敏的亲后生。这段心事出自离口，听你无语，因为麦总都要心话了，麦可再让第三个人听到。Oh,
又搁搞来去。本来我是准备十天后要来去你下房给你做吧，可是我又搁疑心不灵，只好将解药方两散送去分领给你。想袂到，我煞听到几句我无应该听到的话。你听什么话？你是洪武警长，嘛是洪武少爷上声大听。第二十多年前，鲁飞差欧阳敏将你抱走。对。董平，你有点小外代志，我卖给他。我外先生，你千万别想了。我袂随便看别人听。杨哥，我只干那想要来去找洪武少。将真相讲出来，求伊来领我这个兄嫂啊！求伊来领我这个兄嫂啊！哼，宗平。来结亲，何妨你是了林林啊，小话讲讲就伤心，不准你连累我的同胞人，铁骑虎公反正准哥，只要咱两人啊，分输定，你的心事我总在想。今日最后，我袂娶你。哈，准哥，你袂想要杀我袂肯？我讲你的心事，写在迄只画面上。地主一休，卡叔公，我若死在你的手中者，我的徒弟必定将养分命送去洪武校。到那时阵，你的薪水同款也揭穿。欧阳敏当年所做遐袂见的人的代志，同款也是闹得人人皆知。感谢你的身边已经有花蕊作伴，咱两人有缘无分，这敢是前世注定。为爱拖磨，那是我的命。爱你的心，你嘛知影。卡斯伤心。怕是分开最